光之载种之番外篇，全宇宙都是小黑子实锤。在光之载种系列的更新过程中， Yuko 大大会偶尔更新一些番外篇，这次的更是重量级，一点进去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背景，奥特练习生。厉不厉害你空哥？我一看麻子前期这么嚣张，我就能预想到些什么。这绝对是奈克瑟斯被黑的最惨的一次。不过你这怎么是足球啊喂？完了完了，感觉要出大事情。果然，麻子，你说你惹他干嘛呀？你干嘛？换碟，开局一个伊尔泽塔。突然赛罗出现，泽塔不要跑，向着自行车撞过来。而雷欧则开着吉普车出现，赛罗不要跑，向着吉普撞过来。最离谱的是七爷站在食物链顶端的男人，雷欧表示，雷